真的是玄涛戟。玄涛戟。为何是他？为何是他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们在做什么？你们唤醒了恶神！立刻离那恶神的武器远点，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。降服了共工的力气，这是难道是天人？天人，是天人。被解开了，如何办到的？那处封印除女娲神力加持外，还有神矿镇压圣主武器中的戾气。解封固然好，但玄涛戟戾气过猛，对尚未聚合的圣主魂灵而言力量太强。无妨，在聚合完圣主魂灵前先这样吧，反正最后我们都将取回圣主神级。无主复生之日不远矣，
圣主，圣主，圣主！天人大人，请受我族一拜。没想到沐月姑娘身份如此特殊，司空兄弟，你早知道了？他的事我也很多不明白。这样啊，别这么称呼我，我不是天人。不是天人？那您怎么有能力解开女娲的禁锢封印后，还能轻易地拔起玄涛戟而不引发水难？我不知道，总之我不是你口中的天人，你叫我沐月即可。是，沐月大人。你能否告诉我，为何玄涛戟会变成这副模样？这村长，其实沐月姑娘正在寻找回乡之路，多阐述些关于封印及玄涛戟的事，也许能给沐月姑娘一些注意。也是千百年前的事，在村中也只有人族巫者才得以口传封印始末，是故二位请随在下一同前往村中逆旅休息。好啊好啊，折腾了这么久，是也该休息了。司空兄弟，走吧。沐月大人，老朽接下来要说的便是族巫代代所传的内容。千百年前，水神共工是名良善的神祇，当时他对受水患所苦的妇炎用尽心力，为的就是解决此地问题。先祖们相当崇敬共工，后来传闻在一日天地陷入混沌之后，共工不知何故态度一转，不再体恤人民，更为了取得共主权位四处发兵为乱。而后当时共主为了消弭纷争，便派火神祝融与之对抗，终将共工逼至天柱不周山之下，但共工宁死不降，他向火神祝融怒掷玄涛戟，火神虽千钧一发闪过玄涛戟攻势，却来不及阻止共工撞不周山自尽。那把玄涛戟破了复岩后方山岭，不仅笔直地将山头劈作两半，更带来漫天山洪，将复岩太半淹没。而后神人女娲来到复岩，感念人民悲苦，原想拔取玄涛戟除害，却不可得。不可得？
因为玄涛极上残存着共工的神力、怒气与怨气，无人能碰触，连神人女娲亦无法消除其气。后来神人女娲只好找来神矿炼锁，施术禁锢玄涛戟，以平息因其戾气而生的洪患。神人女娲留给族屋的，便是年年皆要吟唱的禁锢封印的术法，以期玄涛戟不再为祸。真不知是怎样的怒，怎样的怨，让曾经这么崇高的水神共工转为恶神，甚至执着千百年，至今仍无法平息。沐月大人，这可解释了您的疑惑。谢谢你，沐月大人，能帮上忙是老朽的荣幸。沐月大人，如有什么要求，还请吩咐。我想带走玄涛戟。这，虽说水神共工曾给傅岩带来安和，但也带给傅岩数世的苦痛。若您要带走此戟，老朽理当应允。但玄涛戟为乱已千百年，贸然让您带走，这危险。不会有事的。那么，沐月大人，请让老朽再次查看玄涛戟，若无异样，您再取走它吧。早啊，司空兄弟，这么早起。莫非司空兄弟一夜没睡？沐月他还没回来。哦，原来是担心家人安危啊。司空兄弟，别用这么冰冷的目光瞪人啊，只是玩笑话。风雨，为何你昨夜突然夜半外出？司空兄弟连我的安危也一并担心了。放心，我没事，只是夜半肚子疼而已。好了，担心我的人可多了，司空兄弟就别占了其他姑娘的名额，把这心意留给沐月姑娘就好。谁担心她？护送他回乡是我的任务，既然他要留下，我就不会放他一人。沐月姑娘就在村长那里，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吧？毕竟他们管她叫天人呀。天人，天人到底是什么？一堆谜团，真令人不是滋味。风雨，你对脊山上发生的事怎么看？司空兄弟竟也对我的想法感兴趣了。虽然你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，但我知道你到傅岩之前就已经对脊山的上古武器有所研究。那把玄涛戟究竟是什么东西？
司空兄弟真是观察入微。就上古武器此事而言，我所知的就如同之前所提的那样而已。连玄涛起这名字，也是昨夜才初次听闻。那把武器会引发什么？说真的，我也很好奇呢。外头世界远比所想的还广大，要知道的东西还太多。小猪骑的鼻子可真灵敏，瞧，木叶姑娘回来了。走吧。走？可是你不是赶着去商都吗？那把戟。木月大人，您真的不再多待几天，让我们好好的款待您。不用。那好吧，真的非常感谢您们，为我们解决千百年来的心腹之患。您们是我们的恩人，你们何时愿意回来，我们都欢迎啊。嗯，或许我真的会回来，也不一定。谢谢，谢谢你们。好了，要出发了吗？什么？什么什么？不是要前往商都了吗？凤玉，你还要跟我们同行？司空兄弟，你说这话也太无情了吧？同行了几日，好歹要记得我也是个商都人啊，还以为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呢。我现在既然已了了一夙愿，启程返回商都也在情理之中。既然咱们目的地又一致，那么再次同行不也合情合理？无妨，快出发吧。好吧。
虽然看上去甚为普通，这位可是傅月先生？不敢，在下傅月，一介草民，不知阁下有何见教？听说板柱之法是先生的发明。以板为骨，夯土石之，其原理是很简单的。原来真是先生所创，在下也是到此之后才知道此事。自从有了板柱，房屋更加坚固，营建的速度也有所提升，这都是先生的功劳。阁下称赞太过了，区区板柱不过是乡间野人之言，哪里敢说什么功劳。阁下知道其中奥妙后想必失望了。英气内敛，暗暗寒光，果然不是一般人。既得见先生已是无憾，在下身有要事，便不打扰了。在下欲借阁下守心一关，若有不便，不必勉强。如此小事，岂有推辞之理？先生，请看。这，啊！先生何故发笑？伤不往矣，伤不往矣呀！此人果真大贤，往后若有什么疑难杂症，或许可以回来找他商量。